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Kermit 啊，相信大家睇完 Part One 之后咧，有兴趣先要揿入嚟嘅。OK， 咁其实 Part Two 咧有其中一个位置，有一个 code 咧，我哋可以将只无名指拎起啦，用中指去揿。咁咧，亦都咧会喺呢一 part 里边咧，我会讲多少少咧，我系点样谂出嚟嘅概念啊，即刻落教学，居去片。好啦，会有好多咧 code 咧都会重复啦，同 Part One 差唔多。另外，其实我哋嘅勾弦咧，我哋呢个方法叫做 T 一二一。OK， 手指弓弹呢个咧叫 T。食指我哋叫一嘅，中指叫二，所以我哋系 T 一二一，系啦。咁我慢慢咧再解释多啲，等大家玩嘅时候咧可以深入少少啦。好，咁我哋一嚟咧，其实系个 E minor 啦，第一个 chord 就系玩 T 一二一啦，第六线。跟住我哋会揿个 C， 系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呢个咧就系新嘅一个揿法啦，就系咧我哋咧无名指揿住第二线第三格啦。跟住我哋用个食指喎，揿住咧第三线第二格，我哋玩第四线嘅。好啦，第四个 chord 啦，其实咧就系个 G T 一，跟住咧我哋攞食指咧揿喺第六线第二格，继续都系咧第六线同埋咧第三线 T 一啦一。咁我哋试下呢四个一齐做咯，五六七八 T 一二一 T 一二一 T 一二一。T1, 2, 1, T1, 2, 1, T1,OK， 五六七八 ，T 一二一 ，T 一二一 ，T 一二一 ，T 一 T 一。对现实怎么猜，都不会扭转世界。跟住落嚟咧，就到下边啦，一拉头都系 E minor， T 一二一第六线。OK， 跟住呢个啦，我哋咧可以将我哋嘅无名指拎开啦，攞中指揿呢个第二线第二格，我哋会玩第五线咯。呢个咧我哋叫 A 7，同埋咧我哋会揿翻咧头先 D 嗰个，所以呢个其实个转换都几难嘅。就是第四線，系啦，咁我睇多次啦喎，呢度一彈完呢個，要轉兩隻手指啦，呢個可能大家要花啲時間練啊，如果你真係初學嘅朋友，好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咧到第四個 chord 啦，就叫 G on B 嘅，咁其實咧就係將我哋嘅中指今次咧撳過嚟呢度，第五線第二格，未玩過嘅呢個亦都係一個新嘅。再嚟啦喎 ，E minor T 一二一轉去啦 ，A seven 啦 ，T 一二一撳翻嚟個 D 啦，最尾 G and B， 好啦，明白血肉會崩壞，骨氣沒法被活埋，跟住之後咧就到最尾嘅。兩個小節 ，OK， 我哋又係 C 啦 ，T 一二一玩第五線，跟住我哋撳翻 G 上 B 喎，就拎起用食指撳第五線第二格，拎起埋，除咗無名指之外，都係第五線，跟住我哋會撳翻去個 D 嗰度，食指撳第三線第二格，騰第四線，我哋做一次咯，五六七八 ，T 一二一。T 一二一 ，T 一二一 ，T 一二一。原来一想打妖怪，先要做人去。首先祝你心理愉快。抬头上有天空，抛不碎，还有双智慧。耶！终于搞掂咗我哋呢个 Part Two 啦。咁样咧，跟住落嚟，我会将成个 Part Two 一次过唱。对现实怎么猜，都不会扭转世界。明白血肉会崩坏，骨气没法被活埋。来一想打扰。
首先祝你新年愉快。睇完 part two， 希望大家真系 subscribe 我同埋 like 我 IG 啊 ，Kermit 1215。OK， 咁有咩难度都喺下面留言。下堂见，拜拜。